今天又没电了，这个 Swift 哈，想起来真生气。停个几天就没电。啊，现在我在二号，长安。啊，我现在有带电池来。真的是啊，气死我了。看到什么原因？为什么会没有办法？换个两天就没电啊，比那个油车还要烂啊！这个真的是哈，我抖了。那你说换个一个月还好？